乐团轻快的乐声让人沉醉，这里是潮境公园，正在进行2022城市博览会系列活动的风光与海音乐会。除了邀请多组独立乐团与知名音乐人带来最棒的演出外，周边还有集结各地以绿人及海洋环保为主题的摊位，许多民众从下午开始就来到这一处广阔草地，边野餐边享受基隆无敌的山海美景，只说很棒。好，第二张，不错啊。第二张是我们，就是搭的景也很漂亮。陈瑞福，然后有可以听到喜欢的乐团。有在现场吗？然后天气刚好也很好，觉得还不错。开头的高荣俊有没有在现场？在海边呢、啊，荣俊有没有在现场？很舒服的环境。来，我们另外两个，谢谢基隆把就是城市同时在发展，但是把大自然也保护的这么好，所以无论不做，今天想要送就是市长我们的，谢谢我的专辑。生存法则 T 恤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用二手的衣服做成的环保袋。基隆市长林佑昌也出席这一场音乐会，并与致力推广环保的创作歌手吴文芳交换文创礼物，邀请大家一起来保护环境，更期盼透过陈博会系列体验活动，让来到基隆的民众都能感受到海港的温度与浪漫。这个系列的一个活动非常的吸引人，所以你看从今天下午的一点一直到现在已经晚上哦，满满的都是人。我想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海港城市，是一个海洋的一个风情哦。那另外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又特别强调永续跟环保，所以以及这个简单生活，所以今天来到这边的所有的摊商，都是以这个为一个理念，相关的一些工作室或者相关的一些创意的工作者。那今天满满的这么多的民众其实都支持这样的理念，所以我们很开心透过城市博览会也能够传递新的价值，然后也鼓励大家重新认识基隆这个城市哈。所以今天满满的都是人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，从下午一点到现在哈，大家都不想离开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。